抽獎老師咧，咁我就嚟自五常寺聖教會永光書院。咁今次又帶翻同學仔啦，嚟今次參加我哋 Minecraft 嘅比賽嘅。Minecraft 嚟講咧，咁對於同學仔嚟講都耳熟能詳啦。好老實講，我覺得佢哋勁過啲老師嘅。但係咧，經過今次嘅比賽最大嘅唔同係咩咧？咁其實同學仔有同我分享過嘅，就係佢哋之前打 Minecraft 就好散收收嘅，即如果大家都知道就係打嚟打去啦，啲人卜嚟卜去咁樣。但今次嘅比賽就完全唔同啦，即係佢哋要細心去留意一下啲建築物嘅 detail 啊，之後再諗下點樣去起一啲嘢出嚟啊，同埋最緊要係個分工咯。因為例如同組嘅同學仔，咁究竟邊一個起個地基啊，邊一個去整啲 detail 位？咁其實溝通對於嚟講咧。看得出呢班同學仔成長了很多嘅，因為其實咧看得出同學仔今次都很主動去參加，咁個原因就很簡單，因為他哋中意咧，佢哋自己買咗 Minecraft 啦，咁所以其實將來其實都可以諗清楚會不會可能做啲 questionnaire 問翻同學仔，你其實想參加啲乜嘢類型比賽，從而收集到個資料之後，咁就睇下我哋同事咧會唔會有啲課程可以俾到同學仔去參加多啲，再簡單啲去滲透個 STEM 入去佢哋嘅課程度，由佢哋中意嘅嘢做起啦。就好簡單嘅，盡力做到最好，咁啊表現到自己呢段時間努力過嘅嘢，咁就 OK 㗎啦。